长长的曲腰，撞撞撞撞撞，长长的曲腰，饭后神犬。Hello， 我是查米。那这次的话呢，很匆忙，很匆忙的想来钓鱼，所以这次又带了一个行李箱，然后跟包包。刚刚啊，前面这边是我们的龙眼跟我们的梨子，这次难得三个人聚在一起，就来一个暖冬特辑。这是什么？正吃死掉蜈蚣。我靠，它是死不瞑目吧？我觉得是死不瞑目吧。哦，长长的曲腰。啊！哦，大了嘞！哇，它的屁股。噔啦，今天还算蛮大只的，量一下好了。哎，这边是我目前钓到最大只的曲腰。真的假的？哎，这真的是我目前钓到最大只的，这边蛮好笑的。来，上鱼池，29.30，29.30。OK， 钓鱼，吧吧。对啊，迷你曲腰。对啊，哎，这边正向的是那晒，所以之前钓的都是这种的。对，所以你会发现我刚钓的真的很大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正常的大约是多少？正常的话应该是14公分。14公分？对，超可爱的迷你。啊啊！要放走了。好。好。先生，我们吃个中餐好。好，累了，累了，累了。冬天淡水确实真的是比较不好搞，对吧、啊？所以把耳朵弄到最小最小。那新出的结构头刚好0.6克，刚好吃。对，身为城市钓客的我，各地县市各地跑，所以呢，我这边一定是一卡行李，然后跟一个包包。那行李呢，这边大部分都放我的衣服啦。那包包这边里面呢，就可以放我的钓具啊，还有我这边椅子啊，然后还有钓竿的部分。那大家知道罗宇最近在干嘛吗？没错。铁板热血男儿，那相对于他的包包而言呢，需要一定的防泼水，还有防水性能，那以及海盐这样侵蚀，他的包包表面的处理非常的好，轻轻的一擦拭，就可以把我们的海盐啊，以及譬如说雨水啊、海水这部分，都可以轻轻松松的擦拭掉。那大家可以看到最近的离子的影片呢，有一些很美妙的声音，我们称为天籁之音啊，各位。那还有接一些 case 嘛。那至于他的包包里面呢，就需要相对的放置他的17寸的笔电，以及他的背部暗袋放置他的贵重物品。那呢，携带他的笔电，台中、台北两地跑。哥，我的在全联买的，这捏一捏就可以打开吃的那种蒜沙拉，很方便，算很特别啊。都看全联，他现在有在自己做面包，嗯，蛮好吃的，不错。然后李子还买这泡芙，不是泡芙，那大也是全联买的、啊，饭后甜点，对吧、啊？今天是用那个带加卡罗干，蛋蛋干，对啊，蛋蛋干，然后是 soft 的，就很可爱嘛。他的事业其实我们都买了，对吧？那像罗伟恒借用蛋蛋干的部分，那像我的话，我是七624，然后四 P SUL， 我喜欢用这个来应对淡水鱼的部分。那今天其实可以看到，因为现在枯水期，所以水比较偏浅一点部分，所以今天的话，我是用0.6的刚出的新的吉钩头。然后配上我阿金总，其实这两个就可以应付大多数的淡水路亚，还有海水的菜刀，菜刀哦，菜刀，菜刀煮甲鱼什么东西都可以，煎锁也可以，真的哎。
如果可以，请带走更多垃圾。真的。收完吃完中餐，我们再继续钓一下。好，没有问题。但这款新的极钩头很适合保励志型，然后抽会左右左右。但这样左右左右跑，鱼会对这种突然在视野中这样消失又出现、消失又出现的这种东西，会有很大的兴趣。所以励志型跑是很有效的这种吸引方式，就很像小鱼在逃窜的样子。那你看做成这种尖头的形状，就很适合跑这种励志型，很好操作出来啊。什么鱼嘞？呜呼，小曲腰。你看这些曲腰都很可爱，这个大概就没有刚那么大了。中中中中中中小曲腰。这只十二十三，对啦，十五。我感觉我刚刚那只真的很夸张。对啊。OK， 拜。OK， 我们从早上呢，中午野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下午呢又继续钓鱼，然后这边钓了几只曲腰。冬天呢，确实淡水路亚是可以的，可以的吗？是可以的吗？是可以的。可以看到我们三个人不同款式的后背背包，然后呢应对了各个不同的需求，在我们的1月22到2月22这个过年期间呢、有大好优惠，全款九折，再搭配我们的 Fishing Bar， 输入我们的优惠代码再享85折。各位，这么好的东西哪里有？看我底下资讯连结，通通都给你哦。OK， 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啦，拜。